年了，要到哪里走春最好呢？板桥慈惠宫将从农历的初一开始，连续五天举办乙亥猪年民意大街嘉年华活动。借由这次活动呢，要带给民众新春欢乐飨宴，还可以获得神明的护佑，来体验年节的风俗文化。咱有五彩宝石、电视、后八杯、吉金牌，啊，大奖是机票一张。我一张只要是这活动期间有特别加买一张这个机票。三太子神将带来热闹的舞蹈，为慈惠宫所举办的乙亥猪年民意大街嘉年华记者会开场。今年的农历新年，民众要走春拜拜，最好的地点就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慈惠宫。农历新年初一到初五，哦，我要出来这边。三太子神将带来热闹的舞蹈，为慈惠宫所举办的乙亥猪年民意大街嘉年华记者会开场。今年的农历新年，民众要走春拜拜，最好的地点就是距离市区最近的慈惠宫。农历新年初一到初五，天天都有活动，不但可以新年走春拜拜，祈求神明保佑，还有机会参加摸彩活动，把大奖带回家。